打扑克吗？好，那输了的要在黄老师面前跳舞，跳到黄老师看他一眼。要轻轻的走过去跳，不能说惊动黄老师。轻轻的跳，对。而且不要解释自己在我干觉什得么。这样，我觉得这样，我觉得看一眼没意义，因为黄老师一定会下意识的抬头看一眼，一定要得到黄老师的一句评价，不管是什么评价，好吧？就这个好刺激啊！对呀、啊，就得到他的一句我的评妈价。呀！咱俩你几张？三张。你一张，九张。三张。对啊，我是还能出的呀！我两个出没有他不用出了，没有用，没有意义，因为你已经出完了。跳舞，跳舞，去跳舞。啥也不要说，你就是跳舞。我跳啥舞啊？随便，不管。怎么跳？怎么跳？加油！跳跳跳，挺好的。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可以了。气死我了！他要做的是一直跳，不能说话，直到跳到你开口评价他。他说的啥呀？他说跳挺好，跳。太刺激了，这个。